超级课堂，成就名校梦想。超级学员们，大家好。这一节课的内容是最终的阅兵式等差数列之数阵问题。上节课我们挑选了八名和为100的连续自然数参加数字军团的阅兵典礼，这次他们将和其他的数列们组成数字方阵，整齐划一的步入阅兵场，接受全体指挥官的检阅。在数字军团中，数字按照一定的要求排列成某种图形，就是数阵。现在走向阅兵台的就是8×20的数阵。上节课选拔的八名数字就在其中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数，怎么能快速求出他们的和呢？观察构成这个数阵的每个数列，发现每一横行是等差数列。同时每一纵列也是等差数列。以纵列来说，如果把每列数列的和算出来，再加起来未免太麻烦。如果数阵再大一些，算起来内心绝对是崩溃的。我们不妨看看这些数列和的特点。第一列用求和公式计算出和为1+8×8×2=36。当然，由于是偶数项，也可以用上节课的特殊技巧，首末项和为9，能组成四对和固定的数对，所以和为36。第二列，每个数都比上一行对应的数大一，所以第二列数列的和比上一行大8，为44。这时你就应该发现，每列数列的和组成的也是等差数列。根据末项公式，末项等于首项加项数减一乘以公差，得到第20列为188。再用求和公式算出和为36+188×20/2=2240。这个和是每列数列和的和，也就是整个数阵的和，所以数阵问题其实并不难解决，尤其是等差数列构成的数阵。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，都能找到规律，再由公式去算和就可以了。我们来看几道练习吧。多自然数按以下方式排列，求第10行第一个数是多少，从左上角开始的对角线上的第10个数是多少。像这种按照对角线来排列的数阵，我们不妨把这个数阵顺时针旋转45度，变成等腰三角阵。接下来我们来找找它的规律。第一行一个数，第二行两个数，第三行三个数，即第几行就有几个数。这个规律可以帮助我们求每一行的第一个数。比如第一行只有一个数，就是第一个数1。第二行的第一个数在它后面一位，
也就是一加一，刚好是二。第三行的第一个数在二的后面两位，就是加二，刚好是四。第四行第一个数在四后面三位，再加三，刚好是七。第五行第一个数在七后面四位，再加四，刚好是十一。按照这个规律，第十行第一个数就要一直加到九。除了开头的一，后面的数都成等差数列，合为一加九乘以九除以二等于四十五，再加一就是四十六，所以第十行第一个数为四十六。再来看第二问，观察对角线，一、五、十三、二十五，这并不是等差数列。善于找规律的同学就会去观察它们的差，分别为四、八、十二，刚好是等差数列。所以第二个数五就可以写成一加四。第三个数十三就可以写成一加四加八。第四个数二十五是一加四加八加十二。由莫向公式可知，最后一个差是三十六。所以第十个数就是一加四加八加十二，一直加到三十六。还是除了开头的一，去求等差数列的和。四加三十六乘以九除以二等于一百八，再加一，对角线上第十个数就是一百八十一啦。对于这种特殊的倾斜数阵，旋转后会便于观察，它的本质还是找规律，写出第十个数的算式，再用求和公式计算。除了数阵，几何图形也存在等差数列的规律，比如这个三角形堆叠的图形，假如等边三角形用三根等长的火柴拼成，那么摆十层会产生多少个小的等边三角形？需要多少根火柴棍呢？先来数等边三角形的个数，第一层有一个等边三角形，第二层有两个正立的，一个倒立的，一共三个等边三角形，第三层有三个正立的，两个倒立的，一共五个等边三角形，第四层是七，以此类推。当你把这些数字写出来后，马上就发现它这是一组等差数列了。首项是一，十层的项数就是十，共差是二。由莫向公式求出莫向为一加十减一乘以二等十九，再由求和公式算出和为一加十九乘以十除以二等于一百。即十层有一百个三角形。接下来看火柴数，第一层由三根火柴构成，第二层就开始有点乱了，但你只要看正立的三角形就不会乱，
因为倒立的三角形自然就形成了，所以第二层可以认为有六根火柴。同理，第三层九根，第四层十二根，以此类推构成等差数列。首项是三，公差是三，项数是十，还是先求末项。三加十减一乘三等于三十。何为三加三十乘以十除以二等于165。即十层需要165根火柴。这道题说明排列的几何图形也能转化成数列。只要找到它变化的规律，就能求出任意一层的数目以及整体的总和。回到数字军团的阅兵仪式，数字方阵们踏着雄壮整齐的步伐，依次经过阅兵主席台，他们高喊着口号：公式英明，计算精确，严谨治学，振兴数学。多么激动人心的一场阅兵仪式啊！伴随着阅兵，我们对等差数列的学习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分别，到了高中，我们还会再次重返数字军团的基地，学习更多关于等差数列以及更难的等比数列的知识。超级课堂，超级收获，超级学员们，下次课见。